听不见说。爸爸他们说听不见，让你大声一点。谢谢伏尔加和你的雨送来的热气球，感谢。爸爸说话慢条斯理，对，爸爸比较温柔。爸爸比较幽默，比较温柔，比较爱开玩笑。嘎，嘎老儿，要是他真的打我了，不知道。但他爸爸不会生气的，我这样叫他的话，他也会跟我开玩笑，他知道我是在跟他开玩笑的。我应该赶紧去主动的和你合影留念，谢谢谢谢。越来越可爱了，什么叫越来越可爱了？我一直都很可爱，好吗？真的是，咋说话的呢？你家屋顶是玻璃的，那个叫玻璃吗，兄弟？这个叫玻璃吗？把这个叫啥子？这个屋顶，这个叫什么？你好像宋家，真的吗？哇塞，我怎么没发现呀？阳光伴对嘛？我才刚话说我还是阳光伴，我管他的啥子，反正不是玻璃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哇，现在居然有747个人呢，欢迎大家啊！对，阳光版老师马茶是什么口味的？爸，你给他们来，我喊爸爸给他们讲解一下。爸，你叫不叫？哎，你来烟区了吗？你说我两句。爸爸在抽烟，他嘴巴不空呀。他快点说嘛，马茶啥子味道的？苦的哦。我就帮你。真的苦的。家人们是这样的啊，他爸爸你好好说嘛，你不要误导了咱们家的粉丝好不好？别人他们以后到处都说马茶是苦的，然后我别人说谁说的？那你说的？那你就背一个，看一下爸爸，马茶是什么味道的？爸爸快点，马茶提神不？其实你很不是，爸爸怎么可能精神这么好啊？马茶提神啊，家人们，提神。但它口味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很好喝。我们这里喊马茶，但有的地方喊的清茶的。那砖茶。砖茶，我们喊的马茶。你们那搜嘛，砖茶。就是怎么说呢，你熬，如果茶叶放的很多，熬出来就有熬得太涩了，就有点苦了。但你放的，对，很好喝，对，但是你放那个茶叶子放少一点的话呢，它就很淡。如果我们要那个，如果要打茶，就要用马茶啊，要熬，先熬，熬了再兑奶。对的，家人们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没错。嘎了儿。爸爸经常是不是每天要喝了喝马茶哈、哦？不是每天，他时时刻刻、无时无刻都在喝。爸爸的茶瘾很大，我跟你们说，而且他喝的茶嘛又稀，他喝得起别人根本就不敢喝那个茶，浓得很呀！我的妈呀！你爸好帅啊！爸爸当时说你好帅呀。爸爸开心的很，爸爸，爸爸说将就，我们爸爸还是那种比较低调型的啊。你的年轻帅哦，年轻帅帅一点。他说现在没有年轻帅了，年轻的时候更帅一点，你们信吗，家长？哎呦，笑死我了。浓茶，对，浓，爸爸就喜欢喝浓茶。你爸爸真的是警察吗？哎呀，退休了，是。听到没有？不是我说的，他说的。出了问题找他，不要找我。上800人了，全是我们家老二的功劳。做奶茶用的就是马茶，对，做奶茶的话你就马茶先熬，熬了之后再兑奶，那些是不是，老二？
是不是？你说是就是。你那个烟，你放在嘴巴头嘛，很是不是？手在嘴花椒，嘴巴上在抽烟，一天说都不想说，能认识。家人，爸爸说还是真幽默，那肯定是。好像村姑，你见过有这么气质不凡的村姑吗？开玩笑的，家人们。哥哥回去到干活，那肯定啊，不干活干嘛？老二是谁呀、啊？老二是这位，这位老帅哥，老帅哥。这么大没事的家人们。你明天要给他发个款，把他说个啥子？他对我没的礼貌。哈哈哈，八百多个人了，爸爸，怎么办？手机快没电。我在笑，你为什么不笑？你不笑，搞得我很尴尬，一个人在这里笑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你不是在村里的村，你什么？妈妈在成都。大家没关注的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咱们点赞才12万呀，怎么回事？点点关注，亮下灯牌，好吧，家人们，咱们800多个，肯定有很多。爸爸出镜800人，真的，爸爸，你这个。我觉得你有做网红的潜质，爸爸。我很信哦。爸爸，要不我们给你做个抖音好吧？我有抖音。我只是看抖音啊，看你们跳舞啊，看的新闻呐、啊。各方面嘛，各方面。想看想看叔叔，爸爸糟了糟了，他们全部想看你怎么办？路转发，你们去关注爸爸，爸爸有时间给你们开直播。我开直播，我跟你们说嘛，我开起直播我关不来。哎呦，笑死了！我是不是很瓜？不瓜不瓜不瓜，有点傻而已。啊，爸爸有抖音号呀，太可爱了。对，爸爸有抖音号，你们可以去关注他。叔叔好可爱，妈呀，怎么办？爸爸，我觉得你要火了，怎么办？我不要火，我只要多火几年就对了。爸爸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你火了之后，你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给大家看看美景。啊，不错不错，还有呢？爸爸说他火了之后第一个愿望是想给大家开直播，看看咱们的美景啊，看看咱们老家的美景，必须给爸爸的这个点个赞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来赞赞走一波。我一天我有拜吗？你给他们拜吗？你们今天晚开一下直播，我开关不了。打开关不了，关不了，开关不了，关不了。爸爸之前，爸爸说他之前有一次开了一下直播，在牧场，牧场上面开了直播，想让大家开一下，结果开了之后关不了了，我的妈呀！不是那是关。他开了，不要说了，真的是。后头自己再没联网的时候，他咋去？自己关了。笑死我了，我爸爸真的是。谢谢我送来的繁花蜜语啊，爸爸谢谢大家，快点。谢谢。大家送来的礼物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爸，我觉得你旁边那个拍拍的那个奶娘子露出来要给我安排了。你不要看到我是。会不会啊？我觉得有可能。那公安都在指路来了，帮着我摘花椒来了。爸爸多大年纪？保密，这个不能告诉你们，是不是爸爸？嗯。我不敢说。